每生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播出。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啦吼。时间咧过足紧的，六月初三咧吼，过三天。就是咱六月初六开天门啦，要做咱这个吼发挥，也是咱慈天必胜宫，人讲保温啦吼，啊过来就是和咱保一下苦嘞吼，啊所以人讲人呢，伫咱这个年运内底年冲月煞，有个人讲啊今年呢特别歹，啊是咧歹噶呢有够歹啊吼，做这也唔是，做那也唔是啊吼，规个吼，人讲规丛烂了了吼。现在你看呢，中国大陆海了了整个、哦、水啦吼，安尼阴来啊阴去安尼，嘛是要讲个五谷灾害啦，也佫有吼厝啦有诶无诶，拢总受到足大诶损害。安尼台湾呢风来先倒，也佫算是啥足有福报诶啦吼。人讲有福报嘛，着爱呐福地哦，积福地就是风来先倒叫做福地啦。啊，这个福地呢，吼嘛着爱真济善心。喏、哦，咱定讲敬神啦吼，过来就是讲做好事啦，吼、哦、人善良啦，必有天福。啊，咱袂使讲啊，中国大陆拢总无善良，要讲起来就是咧讲着人吼、哦、风水吼，伫、哦、咱这个吼、哦，咱讲不管讲啥物时阵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拢毋是咱咧拍算的。其实这拢是上天的吼、哦，啊，要讲起来嘛，毋是挑工要去甲安的啦吼、哦，那这就是无法度的问题啦，叫天灾啦吼。哦来，咱即马来听一段《嗡嘛咪呗咪吽》，观音灵感真言。今嘛说收听一段六日观音咒，然后六日大明咒。那咱呢吼，送予咱所有空中大地好朋友，大家做位来听啦吼。咱常咧讲人生心情啊很重要，逐天呢，咱的心情拢是咧带动着咱的生活，心情带动咱的生活。咱讲情人舒心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心开福就来。
咱嘛希望讲咱的朋友生活吼，咱讲唔免遐复杂啦吼，只要简单就好。人生呢，无需要繁华，需要啥平淡就会使。咱定讲山一顶，水一顶，无虾米人会当留住西下的夕阳。就是讲吼，无人有法度留住滴要落去啊，滴要落山诶，迄落啥？你讲哦，夕阳足水诶，足大片诶啦吼。啊，咱们无多一个，我都讲甲留掉，拢甲抹咧。吼、哦，没有谁能留下西下的夕阳，也没有谁能懂得吼，讲、哦、一抹斜阳为谁留恋，然后无迄个多一个拢是。讲为什么人老，为什么人做，为什么人拢总不是？因为那是大自然，那日头出来，夕阳落去，那拢是大自然。讲人生在世，所有的生命中呢，吼，所有的聚散离愁，总有一天呢，拢会淹没在似水流年的岁月里底。然后，讲老在这个世间啦，吼，所有的印象是深是浅啦，所有的痕迹啦，啊，是咱所有所过的过往，这所有的往事，吼，拢总会伫咱讲时间内底，慢慢啊，慢慢啊流失，渐渐哪行哪远，渐渐哪行哪远。所以讲吼，伫咱这流年内底啦，吼，咱讲不管讲是春暖花开啦，还是讲带着阳光，吼，和雨露的清新。吼、哦，甲雨露的清新，也是讲花蕊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咱人，吼、哦，时光都是一样的。每一个人都想要潇洒洒脱，安尼来过日子。但是要讲颠淡，过会当随遇而安呐、啊。啊、哦，伫这个四季流转内底，啊、哦，许许咱讲岁月真好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咱讲感谢岁月，吼，咱人生加一份感动，然后感谢生命。吼、哦，予咱的生活加一份温暖，啊，感谢经历，予咱伫岁月的泥土内底种下了吼、哦、所有的悲喜，啊，种人生呢，一定啦，吼、哦，咱就讲山水总会有一处风景，来到这个人生吼、哦、过了这个里程啦吼，咱讲人就敢那过境，来世间就敢那吼上车啦吼、哦，你已经上车吼、哦，等下得等到到站你才落车。哦，啊，咱每一个人上车，唔知咱上的车到底是安怎，拢无管啦。我的人生就是安尼过，一上车，你必须路程要把它走完。你要去台北，到台北车站你下车，哦，安尼才对啦。哦，啊，你若讲还袂到，还袂到站咧，你就甲跳落。安尼这种啊，这拢唔是美满的人生。还袂到站咧，这个旅程都还没有到站，你就提早结束，安尼都唔是好的人生，然后。所以呢，咱讲哦，不管讲因缘安怎，啊，人生拢是因缘而故啦吼，啊，因情而乱，因为有经历，所以咱会讲珍惜，因为咱捌，所以咱会晓，所以咱有伫这个岁月经历内底，伫这个岁月内底，吼、哦，拢是吼、哦，咱拢要是去做咱的人生的一个真好历，人讲历练啊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哎，啊，咱讲长吼。有特别热无？昨应该是足热吼。昨呢要讲起来是大暑啦吼，大暑吼，真正是热甲变鬼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咱道教咧讲个养心甲养生啦吼，什么叫做养心？养心，所以讲二十四节气当中之一，暑就是炎热的意思啦吼，暑就是足热足热这个意思，大暑。吼、哦，咱讲炎热之极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咱要去甲了解，讲二十四节气当中这个暑哩，就是种炎热，这个意思，大暑是指这个炎热之极，大暑相对小暑，吼、哦、啊，小暑更加搁较热，嗯，你讲卡安尼敢对？它系大暑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小暑，啊，小暑过会搁较热，吼、哦，是一年当中嘞上热的节气。叫做湿热交煎啦吼，伫咱这个时阵到达了顶点，吼顶点，所以吼咱就甲因讲吼，啊，咱咧指这个吼五，人讲潮湿而闷热，吼啊有这个五日大火吼时行，又或大雾不时行啦，吼国无温节，大暑是一年当中，吼，人讲一年当中日照最多，气温最高。雨水最充沛的时期啦，吼，所以讲雷雨天啦，吼，
是一个雷雨天的这个横行的节气。啊，所以咱讲季节，跟咱的五行五脏是对应的哦。所以讲五行五脏，吼、哦，咱讲夏季属火啊，好、哦、对应的脏腑为心，所以咱讲养心气心火啦。用心去心会是咱这个下跪养生的关键点啦吼。所谓的用心呢吼，并非讲是完全与现代医学吼在讲的讲心脏的这个概念相同，而是包括心脏在内的诸神呐，吼主神，伊的整个的神经系统。所以咱要去个用心，除了顺应下跪养生理念以外，嘛有非常明显的实际意义啦吼，因为咱伫暑天呢，热天气温过高，本来就容易安怎精神紧张啦吼，心理上啦、情绪上的波动会起伏会较大，加上高温使咱的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哦，很有可能出现心肌缺血，吼心肌呐欠血，心率的失常。血压升高的情况，所以用心就是防止情绪起伏，预防疾病发生的好办法。舒静就是咧讲到啥，舒畅静心啦吼。热天吼，咱讲用心修养都要做到啥，让心静下来，清心寡欲，用的时间呢，甲闭目养神啦，都有利于心。那心的养护呢？吼，就是听一挂悠扬的音乐，然后看一挂优美的图画，或者是讲吼，啊，咱讲缓慢的动作运动，然后有利于调节精神，保持心情舒畅。哦，啊，咱睡眠爱困得起，然后就讲困眠会当宁心。夏天呢，有充足的困眠，热天睡好觉。吼，咱讲。性食西洋参啦吼，人讲暗时好困，困眠也好，心情都好。吼、哦，咱讲心灵的宁静，所以呢，伫个作息上呢，要符合当季的需要。吼、哦，就是讲晚睡早起，吼、哦，如顺应自然界阳盛，吼、哦，咱讲阳盛阴虚的变化。吼、哦，相对的不足的睡眠，就可以用午休来做适当的补偿。午休就讲足热的时阵啦，吼，甲闭目养神午休一下，吼啊，暗时才十点，吼，安尼迄个时阵是上介好的时间啦。人讲主食困会着，脚硬咧食补药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就是咧讲到咱的这个五行养生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养心会当用一项足简单的就是吼，就是讲。看迄足好笑的迄种个名，诶，影片哦，大笑，吼、哦，笑是夏天养生的良药，笑一笑，十年少啦，吼、哦，讲吼、哦、有笑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看下咧存银票啦，吼、哦，笑会出来，就看下咧存银票，讲笑一笑，十年少，无道理的人袂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笑的精神愉悦是一种标志，夏季气候闷热，吼、哦，会使咱的黑气啊，吼，也是血压。哦、它都会升高，心烦意乱的时阵哦，你若袂啊笑口常开，啊，你就无得改善你的情绪啊。啊，若无得改善你的情绪呢，要安怎为这个协调人体各种器官的功能，那就无可能啦吼、哦。所以古早人拢讲，将这个大树分为三候，一候枯草为营，二候土轮。吼、哦，咱讲如树三号呢，大物施行啦。所以讲大树施节，肠胃的消化功能也比较薄弱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卖讲食迄个足刺激的物件啦，吼、哦，消化系统较无好，饮食呢吼、哦、较清淡为主。啊，唔通吼食迄个肥腻腻的，啊，慢慢食迄个很辛辣、很辛辣的食物，煎炸食物，除了多喝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加食一寡鲜果啦、蔬果啦吼，嘛会当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、利湿益气的诶一寡物件。所以长咧大树啦吼，那今日呢吼，咱讲都教你讲到这个养生甲养心，最主要是吼，
咱讲困眠啦、足，过来就精神啦好，情绪啦好，咱自然呢，吼、哦，大行拢总好啦吼、哦，情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讲炎热的时阵吼，先啊讲心肌欠血，心肌缺血，吼、哦。所以有人你们讲讲啊，热天呢吼，热胀冷缩，啊，热天应该水气会较通、较通透，啊，为什么热天呢吼，系心肌梗塞的人也是足侪。吼、哦，热天出代志嘛是有啦吼、哦，但是咱要去甲注意，加啉一寡白滚水啦吼，加啉一寡吼，啊，咱讲白开水比你喝两个还要好啦吼、哦。来，有咱的卫师姐讲要听五秒音声连心团，即嘛马上就甲你做安排啦吼、哦。来邀请咱的道亲做来欣赏这个五秒音声连心团。五秒音声连心团，讲到咱的母娘哦，因那是姓瓜啦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姓哦，姓西，这拢是吼、哦，平常时啊，母娘来甲因教化，那母娘要教化，当然啦吼、哦，是由吼梅香来吼，啊，人讲文接接嘞，然后呢，再来甲咱的道亲嘞吼，啊，来分享然后。那母娘安怎甲咱讲呢？伊讲吼，内心无精大福田，意思就讲唔免争啦吼。来这世间呐，该你的都是你的，唔该你的，你阁安怎争？物件嘛是袂是你的啦吼。所以讲内心无争大福田，展现自觉清心，就是咧讲到展现自觉。清净心啦吼，清净，咱人爱清净心，若无清净，
你要哪会当展现你的主角？所以甲恁讲吼，展现主角清清心呢，石头无常为心静，心灵深处无分别，望能修心入善界，一切教缘先开怀。讲淡水清凉无分量啦，参透清泰本性动。讲心灵包袱未放下，何不真假分不清？地界幻象不必说啦，上天讲上天，吼、哦、上上天堂把身修。想上天堂把善修了吼，讲人心多将动失多，世人本来千百种，历岁时空瞬息变，今之世俗人心盲，讲恶习无减是增长，今之心欲犯规章。有条风难人积灾，奈何受害树敌哀啊！讲宁静宁退心境真，如水含力绵不绝。人心俗过偏见执啊，习性坏行修难行。俗眼为媒欲以金。不知最贵是人心，不计俗尘分差异啊，只管自己真用心。这篇呢吼，那咱母娘讲来，和咱的这灵啊囝呢吼，加减参读啦吼，加减参读。为什么咱爱参？为什么咱爱读？佮你讲内心无正，咱就会当种这个大福田。啊，要展现咱的主角，咱的心都爱清澈啦吼。所以家你讲色透无常，那么色透这个无常呢，一定心爱静啦。所以家你讲色透无常为心静呢，心灵深处无分别啦。望能修心入善界，所以一切教缘先开怀。甲咱讲淡啦，就即个讲到即个吼，咱讲淡水啦吼，淡的水愈清愈凉，但是咱讲淡水到底有偌清哦？但是咱无在了去甲斗量，所以讲淡水清凉无分量啦，吼参透清泰本性动呢。咱来讲心灵的包袱啊，未放下，吼何不真假分未清啦吼？所以甲恁讲地界。幻象唔免讲，大家讲到地狱，内底拢是因为咱的业障障碍，所以咱才会落地狱。所以跟你讲，地狱幻象不必说啦，唔免讲伊内底可怕，嘛免讲吼，这个地狱呢受到这个刑具啦吼，这十八层地狱，吼、哦、这呢应该大家对。吼、哦，咱讲会捌字啦吼，啊，咱就会去看这个神书神册，咱就会去了解。地界的幻象唔免讲，吼、哦，咱若想要去天堂呢，一定都要甲善修啊好啦吼、哦。所以甲你讲，想上天堂把善修啦。讲人心多将动失济啦，为啥讲人心多将动失济？愈吃饼，失的愈济啦吼、哦。咱愈吃饼，吼、哦，咱的身体啊就愈用，啊身体若害。哦，咱失去的是人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人心是伫老咧创啥？老咧咱的精气神内底有这个人心肉体，伊才会当配合咱的元神来修行。所以讲，人心多种动势，吼、哦，动势就是你直直动、直直做、直直变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失去的，就是咱的人心肉体，咱讲这个假体。但是呢，你还佫还袂到这个修法圆满的时阵，肉体就无去啊。安尼是毋是讲，咱人因为吼、哦，咱讲动失伤济，那变成讲吼、哦，咱要爱爱无着，失的才较济啦吼。所以世间人百百种啦，一样生百百种，
所以跟你讲，历史时空瞬息变啊，今际世俗人心茫，咱即卖世俗人人心茫茫，所以讲我恶心呢，拢无骨较减，恶心若无减，吼时增长呢，那么咱自心欲犯规章，就是咱会去犯规啦吼，啊若犯规，就会受到法律制裁。该讲污浊逢难人积灾啦，污浊呐逢着这个灾难，吼污浊呐灾难的时阵，咱人就绝对是安怎？咱讲世间呐吼，天地所有予咱的水灾啦吼，或者是讲什么款的灾难瘟疫，拢总是污浊逢难呢。咱人呢一定绝对就是灾难吼，哪来哪济啦？哦，奈何受害树低矮？哦，咱家己呐知影好，安怎遵守？遵守天规，遵守戒律，哦，啊是讲遵守大自然呐吼。咱讲大自然的法则，咱应该都袂甲污浊污甲汉尔，咱讲汉尔紧着危害地球，嘛袂汉尔紧着损害啦。所以讲，咱家己受害，咱家己害咱家己啦。所以母娘甲咱讲，奈何受害树低矮呢？咱甲知影讲啊。咱迄阵啊，吼、哦，那是知影讲问题出伫对，吼、哦，咱就知影讲悲哀，原来是咱家己做诶啦，吼、哦。宁静宁退心静真，如水含力面不绝。所以甲你讲，真心俗故偏见执啦，习性坏行难修行。俗眼呢为眉，逆于金。俗眼就看到金啊，看到玉啊，大人都爱啦吼。唔知影讲最贵的是人心啦吼。讲咱唔知影什么叫做上贵的、上尊贵的，就是这个人的这个肉体，叫做人心。咱敢知影玉啊、甲金贵，但是唔知影讲最贵的是咱的人心啦。所以讲不计俗尘分差异呢，只管自己真用心啦吼。所以这篇文呢，是咱母娘呢吼，得给咱苛刻的哦。世间金玉哦，咱拢看会到啦吼，但是用会到，但是咱嘛炸未起呀。起码咱也袂当做饭食，玉啊也袂当做饭食，啊袂当食袂落的物件挂咧，伊就会是你挂咧，你无炸走，伊啊就是留予别人。哦，伊甲你讲，世间上介贵的，就是这个人心啦吼。啊，这个人心，咱也有法度用咱的人心呢，吼来修行、来修学。相信讲吼，啊，咱伫这个人世间内底，吼、哦，咱讲伫世事运作，或者是讲伫咱这个吼、哦、大宇宙内底，咱上无啦，吼、哦，这个人呢？哦，一旦呢顺天理应天时啦，啊，咱无受到这个灾难的损害啦吼，或者是讲吼，啊，咱上无要一个小康的生活，小康，那当然小康就是啥，就是讲身体安全呐，吼、哦，身体还阁未歹，吼、哦，咱在家在做，啊，咱家庭呢，阁大大细细阁会听话，吼、哦，能够得到小康，那一定是非常棒的吼。哦那小康呢，是咱每一个人讲用千两金、万两银都买不到的。吼、哦，咱讲家庭的小康，吼、哦、世界的和平，然后也是讲吼啊，咱即马目前的灾难会当减少，这拢是咱即马用钱买不到的幸福啦吼、哦。用钱那买得到的，那都是无宝贵啊。用钱买不到是种幸福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那咱那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。慈联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机的多请咱加05感恩。咱即马就听这段朱辉母娘的词汇。
人云归，自由进退，无尘无悔，长永生智慧。这么说收听一个母娘，母娘慈慧啊，哈，慈悲。咱啊听到母娘的圣歌也好啦，哈，啊，咱就会感念吼。咱讲修行的人未孤单啦，哈。现在讲修行的人未孤单，上惊就是无德啦，哈。较早咱咧讲吼，啊，有德性又，吼，又会怎样？有的人讲吼，上惊是无德，啊，恁若有德行啦，吼，啊，如果会惊孤单、孤立、孤独，是不是把自己有德的人，把自己的修行严谨了，吼，想过到严谨才会孤单？为什么？唔敢散乱，唔敢黑白讲，唔敢造作，懂得推己及人，人民爱物，眼观四方，讲耳听八方，敏捷聪慧。做好咱家己的任务，但是伫外在的面上，吼、哦，未去哦，这个外在的面上白掉咧，吼、哦，更要放下心中的五见五执，凡事拢以客观的态度待人处事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和蔼亲切啦，吼、哦，慈悲无量。人只要去除不好的脾气毛病，大家克己的功夫，便是有德的人啦吼。哦所以吼、哦，咱常咧讲讲话不要太尖酸刻薄啦吼、哦，啊，总有时啊，咱咧跟人咧讲个善言吼，兼、哦、讲一挂挑拨吼、哦，咱讲挑拨离间的话，就是说，一位真正有修的人呐、啊，少说冲动无知的话，先要讲冲动啊，我讲出来就干那啥，最怕落地歹收回吼、哦，不要说一些冲动的话，那是冲动的话，你一冲动话。话一出去了就像水倒在地上，你怎么挖不回来？啊、所以讲不要冲动了哈。咱讲话的时阵少想一下，他个搁想一下，因为卖想冲动，想过了冲动，本来你是一个累积福报的人呢，但是你无带无志向，用去讲一句奇异的话，就是咧讲到一句吼，足冲动的话呢，你就是吼、哦、少了一个。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你就是一位、哦、很有贵气的人。但是如果是讲话、哦、没有当心的话，哎，话一讲出去就完蛋。所以咱讲，未恶口啦，不良舌啦，吼、哦，这才是真正。啊，咱讲修一个修啥，啊，都未恶口，啊，那未良舌，吼、哦，这上好啦，吼、哦。咱人咧讲话吼、哦，不要把人家的好、哦、问题一直放在心上。因为咱有五见五执，凡事拢以客观的态度待人处事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咱自然就会去。咱两个修行要修什么慈悲啦，吼、哦，要那慈悲无量，都要去。咱就定咧讲啊，不要太冲动讲话，脾气毛病大家都有啦吼、哦。但是要克己的功夫呢，便是好功夫啦吼、哦。真正要克己。迄支嘴要讲话的时阵，还阁收会倒转来吼，哎，讲话还阁足适，很适当哦。而且呢，又不会破坏友谊啊。这正讲的是讲话，真正就是哎，人讲定义人听啦吼。你讲咱修行要修啥物？
都收一个卖尖酸刻薄啦，搁一样就讲吼，广结善缘啦，吼、哦，少说挑拨离间的话啦，搁来就是讲，你是一个真正在修的人呢、啊，吼、哦，少说冲动的话，就是我拄只讲的，吼、哦，不恶口，不良舌，不忌语，不妄语，吼、哦，恕恶爱甲改为恕德，啊，讲话讲正义正言啦，啊，咱也拄仔咧讲话听。听了，咱唔通想歪啦吼。听话嘛，唔通去想歹，啊，甲为好去甲想。咱讲心思偏邪，无形之中呢，都已经做这个心口与三业啊。吼、哦，咱定咧讲啊，业障呢为对来，都平常时啊无意中讲出来话，身可益三业，吼、哦，就对生来你足大个功德啊。啊，所以咱有时咱定讲天足高位吼、哦，是人在人间咧爱修咧吼，修咧讲足大足大这个功德力，才有这个福报呢。所以有时吼、哦，咱讲人呐、啊，吼、哦、要生这个菩提心，才懂得行善，行菩萨道。吼、哦，想培养真正的大慈悲，就要先爱众如己啦，学习菩萨，甲众生同款啦。啊，所以咱讲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就是你讲做众生的贵人呐、啊，会当甲人广结善缘呐，吼、哦、啊！真呢，广结善缘，平常时啊，就是吼，得甲人讲，咱安怎来做才能够广结善缘，就是正法而喜乐啦，吼、哦！重要的就是从自己的言行举止中呢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你咧讲，你咧做，你人咧看，这个道，自然呢，吼、哦。无需要太济言语伫讲这个道啦，你若会当刻入众生的心，就是道啊。啊，你也无刻入众生的心，啊，你讲讲足济，讲足济啦，吼、哦，无刻入。我听嘛听，唔知影你咧讲啥。所以呢，未想要甲咱的道亲讲，就是讲，咱平常时啊，当足好诶，吼、哦，咱尊讲咱只嘛，达行吼，都拢足好诶，但是。有一天我们很冲动的时候，因为一句话你就把你前面所有的差不多我们说沾一半掉去了，就是这个嘴我们修口德，不良舌，不忌语，这样最好。再来就是说广结善缘，很愿意当众生的贵人。众生的贵人就是他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能解决的就帮他，我们可以该肯的，吼，会当甲斗三工的，会当做一寡吼，咱讲有利益于众生的，咱就成为众生的贵人，吼。那么一句话甲苦肯，吼，伊伫要行绝路，还是讲伊有一寡问题，伫逃未开，因为咱甲讲伊听有，安尼即嘛成为众生的贵人。所以咱定讲啊，咱道德良知安怎做，啊，咱修行要安怎修，其实恁啊，卖去，吼。讲话冲动去伤害着别人的自尊心，过来就是讲，卖去做一寡不应该做的代志，你就是大修行啦。吼、哦，啊，那当成为众生的依靠，会当成为众生的贵人，更加骨骨较好啦，吼、哦，也骨较好安尼。咱讲因果啦，吼、哦，咱六月初六，吼、哦，咱要做的这个，吼、哦。啊，开天门，报苦，报本命运。吼、哦，这梅香嘛，无想要阁讲，一直甲咱讲吼，啊，咱要参加也唔参加，那个随缘啦吼。但秋季法会呢，吼、哦，咱嘛看伫七月二四、二五、二六，然后咱来讲参加秋季法会，做历代祖先的祖元回向，然后祖上有着阴子孙，伊甲你收的是三分功德，七分会报给子孙，然后啊，那讲，和咱的工作报功德给咱啊。哦，这咱的功德当然就大，因为你有孝道，必先孝为先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咱呢每一个祖先祖源呢，咱为历代去甲想啦。咱即马这个时阵就真辛苦啊，啊，过因迄个时阵呢，因迄个时阵更加辛苦，讲食糜叫盐，然后啊，佫食歹，啊，佫做，吼、哦、啊，为着要留一点啊基业予咱，欠长内多，干阿这点温情你都无法度报啊，所以吼、哦。咱无牛讲春秋两季，是要让咱这所有的众生知影孝道，知影讲人有因果，也要去下业，也要去改弯设计，让咱人知影慈悲，吼、哦、为道来，啊，咱呢有孝行孝为道来，咱的囝，吼、哦，可以学啦，咱做咱的囝的事事学，
然后咱啊是来参加功德法会，咱的囡仔讲啊，你是要做什么功德？啊，就甲恁阿祖啊，吼，恁老祖上来做这个功德回向给因。咱的囡仔看到、听到，伊嘛是阿伯嘛是会感觉会想，哦，咱的爸母起码嘛知影好回馈。吼、哦，咱今日不管讲有留一块碗一箱地啦，无留一块碗一箱地哦，咱身心肉体嘛为咱的祖源来，咱的祖先必须要去尊敬。所以咱讲春秋两季，咱不要含慢啦。讲一年，吼、哦，赚无三千六好，好来参加这个功德法会，来做这个啥，做这个祭，吼、哦，咱讲祭祖，咱定咧讲吼，做祖源是上介好的，就是咱会这个友好，人讲孝道必先，就是为孝开始啦，吼、哦。过来咱来也改弯设计，咱过类似咱朝代什么款的。诶，这个因果业力吼、哦，咱只要有咧行，达到行就行会完。有时呢，咱六亲眷属吼，甲、哦、咱呢有拄着因缘的这个对待，所以有讲四种，有四种因缘呐，有两种报恩的嘛，两种报怨的。所以咱的囡仔若歹，咱嘛加减啊甲做，就了缘啊，咱家己自己嘛会样做，因为咱去感召着吼，这个因缘经济，所以这个对待关系，咱爱知影讲。哎，这囡仔歹，不是做囡仔，是囡仔歹，囡仔嘛爱做，四大人嘛爱做，迄叫做啥？叫做因果，吼、哦，人讲和解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现在感觉到恁来跟我落去，是因为过去世关系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嘛爱会晓，吼、哦、啊，那做地基主啦，吼、哦，是做无缘主力啦，吼、哦，啊是阿哥阿玲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倒房的啦，吼、哦，咱拢会当个写伫个啥？写伫咱的这个公妈来底面啦，有英灵嘛，拢会使啦吼。这是咱即个这个七月的秋季法会，先甲咱报告啦吼。来，即马讲一个故事啦吼。咱讲因果，当然就有因果啊。故事就是以前所发生的。讲一个好家人呢吼，姓齐，吼叫做齐迪啊，甲这个吼。隔壁吼，拄啊有人讲叔伯关系啦吼，嘛是同款姓齐，齐伯呢住伫个厝边。这个齐弟每一届呢，看到这个齐伯的这个厝呢，起间呢真庄严啦，起间呢足壮观的啦。意思就讲伊较有趁钱啦，啊起间足壮观呢，吼啊千方百计呢吼，就要甲多位甲对个啊。但这个齐伯并无讲要卖厝的拍算啊，一日干唔着定来甲讲吼，你这间厝起间遮水。哦，啊！你著归去来卖我，啊！这个市地讲我哪会使卖你啦，袂使啦。好、哦，于是呢，吼、哦，这个市地呢就设计呢，吼、哦，引诱这个市伯的后生呢去博歹教，吼、哦，去博歹教。最后呢，吼、哦，我这个囡仔呢，直直甲博，直甲博，啊，博到尾安喏，博到这个富商呢，吼、哦，这个市地呢，吼、哦，伊安尼甲因这个。孙啊呢，佮娶来这个吼、哦、大娇精呢，一伊吼、哦、就用要佮倾家荡产啦。最后呢吼、哦，这个妻弟佮设计家吼，这个妻伯才因此来破产呢。之后呢，就将这个厝来卖予这个妻弟。但这妻伯为着这个后生呢吼，佮伊个财产拢吼拢总卖了了呢，吼伊安尼佮你含混啦，吼怎安？人讲。气一个动脑筋，煞死去呢吼！啊，无外久呢吼，这个妻弟的这个三个囝呢，啊五个孙呢，嘛拢得着重病，啊是安来安呢？那、啊、这当然这就有报应了吼！有一天呢吼，这个暗时啊，这妻弟呢梦见着伊的祖先呢来甲警告了吼，伊讲你大祸就要临头啊啦！啊、你敢会记哩？无偌久头前，你得到这间厝的时阵，即马七八已经开始吼、哦、要报复，已经告到地府去啊呢，甲你告地府呢，吼、哦，啊你告到地府，甲你告状啊呢，哦，这个妻弟伫暗时咧困呢，听因的祖先就是因的老祖来甲讲呢，伊讲你安尼吼，为着要讲爱这间厝，吼、哦、啊设计这个敌啊呢吼、哦、去跋歹教呢，啊即马吼。伊已经去吼、哦，这个吼圣王遐去甲你告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你也赶紧到圣王庙呢去祈祷，吼、哦、正要入庙的时阵吼，都拄到一个乞丐，看到伊呢，吼、哦、就露出着这个震惊的面色啦。伊讲，
哪会看到这个人呢？对，让你感觉足惊吓的，伊偷偷甲看，伊讲啊，这个我昨呢，吼、哦，困伫个这个殿内呢，看到有人摕这个整纸，吼、哦、来控告这个启迪呢，引诱伊呢，吼、哦，伫这个哦后生来害，引诱这个后生跋歹脚，害倾家荡产呢。啊，今日呢，那就去看到伊来祭祀啦，所以就感觉真奇怪。意思就讲，这个乞丐呢，吼，无得困呢，困在城隍庙、城隍爷庙倒卡啦。啊，城隍爷庙倒卡呢，吼，啊，但是又看到这个，吼，七八呢，吼，啊，这个面啊，他甲伊呐作像的，因为这八兄弟那边讲嘛作像的，啊，因为来告啊，伊来告这个啥，告这个城隍爷，讲吼，这个人吼，什么人，哦，啊，因为安怎？啊，所以讲这个苦情吼，成龙也听啦吼。这启迪听到因吼在谈话，心中呢啊，都足惊啊，你知无？惊啥？惊讲吼，伊的报应已经来啊！吼啊，今日呢吼，这个乞丐吼看到伊呢嘛惊一条，讲啊，他会这准呢？我伫倒卡啊，在米伫倒卡吼，暗算要困啊，佫听到一个人伫遐咧哭呢。哦，得向神王爷呢吼，但是甲看迄个人都唔是人，迄个人都是鬼咧，啊鬼过来吼、哦、来告医生，吼、哦、鬼来告医生呢，啊但是隔顿刚看到这个人，就因祖先来去甲讲啊，哦讲你大祸临头啊呢，吼、哦、你七八已经在甲你告啊呢，啊你也唔赶紧去神王爷府呢，去求忏悔呢，结果来神王爷庙呢，就要来求忏悔的时阵，只有这乞丐看到伊。看一个惊一条，讲，哼，我昨看到迄个嘛，甲伊要成啊，要成，哦，啊，迄个唔就是，这个就叫痴敌啊，啊，这就是长人你甲告状的，啊，这个人就是歹人啊，哦，安尼这个人吼、哦，算真是真超过安尼就对啦，结果呢吼，伊、哦、就甲痴敌讲啦，伊讲吼，昨吼、哦、我有看到一条鬼魂哦，来甲你告哦。吼、哦，啊，神王爷吼、哦，已经安咯，已经有属于吼，这个乌灵旗哦，属于乌灵旗吼，你要去甲你讨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恁兜即嘛发生啥物代志无？伊讲有咧，啊，就我无偌久，我三个囝呢吼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五个孙呢，拢破重病呢，三个囝甲五个孙拢破重病。哦，伊讲吼，安、哦、尼我甲你讲哦，我听甲足清楚的哦，伊讲吼，你为着要甲夺。夺占伊一间厝吼，啊，去甲伊后生呢，带去带跋歹脚，所以伊气甲吼吐血身亡呢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后生呢，马煞无家可归呢，吼、哦，已经跋甲无半项啊，厝啊，互你啊，啊，你一个人为着要讲占有，啊，你害人家破人亡呢，啊，所以伊伫个城隍爷吼，这个所在来告医生，城隍爷有应准吼、哦，要甲你抄家呢。就是讲，你有偌济孙啦，有偌济囝啦，拢会因为安尼来破病来死。所以你得到迄间厝呢，等于阿伯你嘛，家己嘛用袂着啦，唔免偌久，你家己嘛受着足大个报应。啊，这个乞丐煞将伊得过于正个，诶，这个啥，诶，这个事由呢吼，拢讲互听。哇，等于呢吼，唔免偌久，伊呐惊到安怎，惊到安怎一病不起呢吼。所以咱人呢。咱讲唔止讲你做唔到代志，祖先买来甲你提点呢。祖先买来甲讲啊，甲讲你做遮大个唔对，你若唔赶紧去求忏悔，吼、哦，啊，代志都会愈来愈不愈大条。你甲看，人敢袂使安尼，人嘛袂使安尼啦吼。所以讲这是故事，嘛是叫做因果。所以有时咱会定咧讲哦，啊，我这世人哦，啊是安怎来厝买买咧，啊，他无带无钱，他了钱了干妥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间厝煞怎换别人？哦，反正哦，咱诶因果，咱家己冥冥之中，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因果是什么。哦，像那讲哦，诶，起厝的人家己无大着，反正是别人来替你大。啊，为什么会安呢？反正这嘛是因果，所以咱定咧讲因果登落落啦。哦，啊，咱讲顶世的人安怎做，咱唔知，但是这世人咱若是拄着困难的代志，咱拢爱为啥？咱讲那唔是因，咱都今日都无这个缘。啊，有无这个温甲缘，都无六亲眷属、远亲祭祖啦吼。啊，然后这六亲眷属，像伊这七伯甲七弟，就算六亲眷属啊。这八兄弟啊，尔，敢不是讲是共的吗？啊，但是人伊嘛有法度斩忍甲这个程度啦。
所以咱人呢，讲啊过去世，反正这个人欠伊，还是伊欠伊啦，安怎欠啊拢唔知啦吼。所以咱讲因果，真正是足恐怖的代志。那因果嘛是等于是咱世间人啦，吼，咱讲爱上爱去注意的。咱这世人唔能够犯啦，顶世人犯着紧行哪行哪行，吼后世人吼咱这世人啦行好完，咱都无个大罪，吼阿妈无个大业，那啊来生咱都免个受了这种的吼折磨，都免讲啊咧这世人咧过个只痛苦只艰苦安尼哦，人来世间都无啥物意义，吼啊咱人啦如果讲安尼世间无啥物意义，那大家都足爱来足爱来这个世间啦吼。啊、但是呢，换一个就来，换一个就来啦。吼，每一个人，吼、哦，足紧啦，吼、哦，在这个世间呢，真紧，吼、哦，七八十年啊都无啊，啊过啊啊都无啊，啊所以人呢，来到这人世间呢，真的也是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人心可害啦，吼、哦，人心可害。来，咱慈天毕生工作感谢香品啦，香香款、素茶、贡木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或者虫草王、山高宝，还是咱讲牛樟之所萃取的樟之王。哦，咱常咧讲，身体命命是咱来啦，吼、哦，生命是咱来，吼、哦、啊，身体好歹，咱家己知影。啊，咱若感觉要甲听一下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女性专用的，啊，咱要甲听一下，咱加减甲听，当然啦，啊，自然。对，愈来身体愈好啦吼。那咱呐，如果需要香香款、素茶、贡木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或者是讲吼，金盖绿蜂胶也加合理美，啊，甲抹一下面呢，较袂吼外口日头晒啦吼，生这个晒斑啦吼。啊，咱若有需要服务，慈天毕生功德服务电话所寄送的香品啦吼，即卖香款已经有啊，所以咱香款吼，漳州就都全部拢寄出去啊。应该嘛，差不多会收到啊吼，所以伫遮呢，甲咱报吼，咱讲感恩啦吼，啊感恩咱的孙阿叔姐，啊嘛感恩咱的道亲啦吼，对咱的节目支持甲爱护，来咱即马来听一段圣曲。善因结善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。动感天地间，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菩萨那多莲，修炼心法愿做天尊的一朵莲，那咱呢吼，来做一个回向，愿意今日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有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，常欢喜，消冤解业，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灾难除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得主合尽，功名成，所求诸方皆如愿，身蒙超生，转安乐。法界众生得离苦，一处道人正神因金色飞开，何便莲无量寿佛，太上感应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无量感恩。咱呢，伫这个吼啊，明仔载后日吼，咱礼拜这天呢，就是咱的六月七日
吼，咱做这个吼五路招财金蟾蜍吼，啊，咱祝寿啦吼，啊兼吼做这个啊，咱讲保本命吼，就是咧讲咱人咧保运啦吼，啊，家己的本命甲保一个库。啊，所以讲六月初六，咱若要参加，嘛会使即马那报名吼。你要报名，即马要会付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咱若是要参加，咱礼拜要来吼，啊，咱尽量来参加啦吼。啊，咱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找咱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关区的都请咱加05感恩。咱今日节目就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心发。